选其欲而心自静，成其心而神自静。 无论是锻炼身体，还是调息养生，有需要都可以来找我。 闲话就免了，只要需求合理，给我。正义伙伴赤霞，回应呼唤前来。 华胥研究员，白芷，让我看看吧。幽香玉，无论是锻炼身体，还是调息养生，有需要都可以来。